看天空，一切都不同。曾经的那个我，消失无影无踪。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出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放战。疾驰而过，夜航班分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崎岖的方向。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，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明白。不明白我意思。我负责跟各大高校合作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坏的学生。就你厉害，就你本事，就你懂，把我当傻子。我都真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心思这么恶毒呢，故意写些乱七八糟的让我出丑。就你这样的还有脸当学生？处心积虑羞辱前辈，在学校就敢这样，走社会你还了得了？朱韵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行为极度恶劣，蓄意破坏校企合作。等着处理吧你。贾院长，这学生才多大呀？就能做出来这么恶劣的事情，他必须负责任。贾院长，朱韵是我的学生，我可以替他作证，他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，绝对不是蓄意破坏。证据都摆在这儿呢，还不是故意的？你们都回去吧。小贝，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，给新创一个说法。那就谢谢贾院长了，您多费心吧。新创这边呢，我还能应付过去。就是处罚嘛，我认了。谁让我是负责人呢？但是这种行为，不仅破坏了我们校企合作，还影响了南湖大学的名声。这对以后我们校企合作有非常恶劣的影响，必须得严惩。张小贝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朱韵刚刚才上大一，你现在让他背上了处分。你是要毁了他一辈子吗？那也是他自己自作自受，我栽赃他了吗？明明是你先抢了他们的项目。张老师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是我给了他们机会、资源，还有媒体曝光度。你说我抢了他们的项目，证据呢？你这样抹黑我，是也想破坏校企合作吗？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为了保全学生把自己搭进去，不值得。喂，说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张小贝告到学院了，说朱韵故意把程序写成那样，破坏校企合作。他说故意就故意。张小贝早就留了一手，他让韩家康把朱韵写的每一版都拷贝了，韩家康还写了证明，签字画押。先走了。嘿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
朱韵他还好吧？张小贝答应你什么了？钱、项目、论文、博士资格，哪个？他答应给我转正。比我想的要便宜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凭什么指责我？明明是朱韵做错了，我为什么要不顾自己的前途袒护他呢？他算什么？向朱韵道歉。等我呢，难怪的。这么轻易就给我了，不卖了。行，朱韵的事儿我不计较了，早知道从他这儿下手你就从了，我多省事儿啊。他来我这捣乱也是为了你吧？你看看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呀，一个个前仆后继的，真拿自己当英雄，谁保护得了谁呀？干嘛呀？你会有后悔的一天。李寻去找张小贝了。李寻，李寻，回头。你自己坐在这里干嘛？歇一会儿。你把 app 给张小贝了？那天你也在吧？张小贝找我的那天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其实你主动去他那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猜到了。我只是不想让你知道，有人听到那样子的谈话，有人看到了那样的场面。公主，你当我是豆腐做的？
干嘛呀？傻子，在他那儿浪费那么多时间，闲的呀？我不管，你才是傻子。你多少钱卖给张小北的？那种东西，能随随便便再捡十个出来？臭美！我说，你不用说。李轩，我不是公主，但我也不是傻子，咱们等着瞧。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？李轩，怎么了？你做决定之前问一下我行吗？你会不同意吗？就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吗？你想到别的办法了吗？既然结果不会改变，问不问有区别吗？李轩，这个 app 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也辛辛苦苦的做了很久，我就想要一句尊重我的话，很难吗？我明白，但这是个急茬，事先顾不上打招呼。老高，我们面对的是张小贝这样的人，你知道的，越拖对我们越不利，反而是咱们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，你说对吗？最后一次，看在救朱韵的面子上。你都在这儿看了半个小时了，它是能长出朵花来？喂，妈，月月，你怎么这么晚打过电话来啊？妈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看文件呢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这是想你了。妈妈也想你。最近怎么样呀？月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怎么。你妈妈我搞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，你有没有事儿我一听就能听得出来。你快跟我说到底怎么了。妈，我们项目有一个负责人对学生太严格了。那也正常吧，你们基地是做项目的，那人家肯定把你们当成专业人士对待，不会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有耐心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能长点本事。上面如果要求的松松垮垮，那下面的人怎么进步啊？妈，我成绩下降得很快。啊？我开学的时候是全班第四，上次掉到第九了。为什么呢？是课程难了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原因啊？我们研究生院校企合作中心一个外面的项目总监，他找我过去帮忙做项目，时间好赶，我没做好，他发好大的脾气。这胡闹嘛！研究生院的校企合作中心，
跟你们本科生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就是拉廉价劳动力吗？都拉到大一新生的头上了，真是过分。没有没有，他也是好意，他说让我们多实践多锻炼一下。哎，行吧，我知道了。嗯，你就别管了，我让你爸爸去处理。哦。哎，你跟我说一下这个负责人叫什么？张小贝。哎呀，你看朱云都长这么大，我跟你爸一块儿工作那会儿啊，我还抱过你呢。是啊，那是你很小，多快呀，齐本姐。哎，你儿子呢？哎，在英国呢。钱总，小姐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迟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一会儿自罚三杯。哎，站着干嘛呢？赶快进。王总啊，哎，还记得老朱吗？当然记得，去年还请朱总帮了我们公司好大一个。朱总，感谢感谢。小事不值得一提。我跟老朱啊，是老朋友了，有两三年没见了吧？有啊，所以呢，趁着大家都有空啊，就一起来沟通一下感情，啊，顺便呢也处理一些误会。好了好了，边吃边聊，好吧？啊啊，钱老、王总、朱总、刘老师，我有几句话想说，不说的话这饭我吃不下去。那既然这样，你就有话直说吧，啊！首先，我得承认我的错误，是我太年轻了，太急躁，太想做出成绩才犯了这样的错误。但是，请各位相信，我没有恶意，我的初衷是好的。朱韵之前参加了蓝冠公司的项目，她的水平得到了大家所有人的认可。就是我太着急了，脾气也不好，所以跟他在沟通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朱韵妹妹，我真心诚意地跟你道歉，之前是我太过分了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我就是搞教育的，我知道现在很多高校喜欢跟企业搞什么校企合作啊。本来呢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可以为这些在校生提供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。但是，一些企业的在职人员，业务能力一般不说，这个道德素质呀，也是相当的低下。在他们的眼睛里，学生成了廉价的劳动力。他们靠着一身的奇技淫巧攀权附势欺压学生，为了利益无所不尽其极，影响孩子毕业不说，甚至还有个别人会利用工作之便侮辱学生的人格，这也太过分了吧。我知道现在学校的压力很大，企业的压力也很大，所以啊，王总，你们也是个大公司，声誉很重要。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的话，不值当吧？朱总说的是，回去之后的话呢，我就让他们严查，一定要严查。小张啊，哎，张总。不管怎么说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泼一个小姑娘啊，还把水泼到脸上了，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文明吧。是是是。这样我呢表个态。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监管不够，我有直接的责任，这笔呢我自罚。
给你赔礼欺负你？如果是我欺负别人呢？内疚啊？倒不是内疚，就是觉得如果是凭自己的本事赢，我心里还舒服一点。每个人都是他的家庭、出生、人脉资源的集合体，这些都是你嘴里说的那些本事，人仗有背还拿公司压你们呢。但我不想变成他那样。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突然挺看不起自己的？从来不会。你就是道德的阈值放得太高了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你看韩家康被欺负成那个样子，就当替天行道了吧。还真是公主殿下。他干不干活了？干呗。哎。嗯。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瞎折腾。你也是。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折腾。知道了，公主殿下。你干嘛要叫我公主？那叫你什么？搜索栏不行，你下午重写。知道了。App 又不卖了？卖啊，又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问公主。神经病，赶紧把进度发给我，我拉下太多了，得赶紧赶一赶。也生气，人家老高辛辛苦苦熬了这么久做的 app， 还自己贴钱装了动捕系统，结果成了你俩调情的工具了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难听？李寻想卖就卖，你想拿回来就拿回来，有人问过老高一句吗？我知道，我也跟老高道歉了，他说他就是一时生气，但这两天在基地明显感觉到他对项目没有那么热情了，李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一句话也不多说。说实话，我退出基地也有这个因素，
李寻势力还没错，可跟他在一起就得放下所有的自尊心，恨不得卑微的低到尘埃里，值得吗？他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吧？那是对你。这么说吧，李寻平时就像扫毒软件，见谁杀谁，绝不留情，唯独放过了你这只小蠕虫，你就是李寻的 bug。哎，干嘛呀？公主殿下还自己走路上学啊？对了，刚刚学校发通知说舞蹈教室外面的墙破了，得大修。之前在里面上的健美操、体育舞蹈都不能上了。嗯，你要学什么？随便。那我帮你选。师妹，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。你还想着那个事儿？我都说了没关系，我也没有打算瞒着张小贝。这是两回事儿，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像个男人，我看不起我自己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昧着自己的良心陷害自己的朋友。如果你还当我是你朋友的话，那当然。我打算回老家去了，师哥。你技术这么好，你真的要走啊？我想换个活法。其实我根本也不喜欢编程。我父母的身体不好，家里的鱼塘也经营得半死不活了。其实，我起初跨专业选了计算机系，无非是觉得编程收入高，想多赚点钱帮助帮助家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钱也没挣着，自己还一点都不开心，完完全全就是在浪费人生。还不如回老家，帮父母经营鱼塘。我订了中午的票，我该走了。老韩，有什么事招呼一声。谢谢。张小贝的事情结束了，新创主动向媒体曝光了他，张小贝灰头土脸的离了职，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典型。研究生院终于风清气正了。我第一次看见师哥这么轻松，走了，挺好。希望他的选择是对的。六哥，你把头发剪了？哦，是，太不方便了，而且有人说不好看。怎么，老板又让你们回来唱了？有人点单，我们受欢迎呗。哦，这事儿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好，哎，厕所堵了，去看看。哦，好。哎，厕所堵了，关他屁事儿！我就去帮忙。你给我闭嘴，王哥。小六子是我乐队的人，他来这是跟我演出的，不是给你扫地通厕所的。你也不看看你们这演出有人看吗？当初不是他答应免费给我回来当保洁员通厕所，你回得来吗？
再说了，你们这破乐队连票都卖不出去，还浪费我一位置，好意思啊你？你给我出来！哎，你听我说。你给我出来！我。你是有病吧？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想让我们乐队在这里演出。你这么做是想感动谁？你除了感动了你自己，我只会觉得你贱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对你好。我不需要，我要你对我好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以后不能专心做乐队演出，再搞这些幺蛾子，你就给我滚！我乐队不需要一个扫厕所的人。我辛苦演出一场，就值你扫厕所这些钱，对吗？任迪，我喜欢你。可是我不喜欢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人弟永远不可能因为感动而去爱上一个男人。你再怎么改变，我都不会喜欢你。你别说剪头发，你把头砍了都没用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永远不要为了别人去改变你自己，不值得。这么红啊，热吗？当着我面儿在基地复习马云，赵三。现在是午饭时间。在基地就要做基地的事儿。那我也要复习啊！你给其他人都放了一天假，你怎么不给我放？你希望我对你和其他人一样？那也不是，但这不是一回事。不吃饭吗？我不配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。张老师啊，我是朱云的妈妈，您在办公室吗？你放心，朱茵在学校呢，她表现得非常好，她很聪明，但课代表呢也很负责任，成绩一直是排在班级的前列。其实她的学习啊，我不担心的，她只要不偏科，无论将来保研还是出国，应该都没什么问题。你还是真有远见，她才大一，你就帮她计划好了。做家长的当然就是要掌握方向盘。随时帮他调整方向的呀。那您问过朱韵的打算吗？他还小，想问题过于简单，这些大事儿当然还要由我们家长来把握。张老师啊，朱韵最近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走得比较近的男孩子呀？哦，大学不比高中，班主任不是天天跟学生在一起的，况且他们都已经成年了，我觉得有些事儿也是很正常的。法律上确实是成年了，不过心智还很不成熟。我呢，其实不是反对孩子谈恋爱，但恋爱应该是美好的。我们家朱韵比较单纯，我很怕她遇人不淑。但是孩子已经长大了，路都是要靠自己走的，我觉得作为家长吧，我们应该相信他们，尊重他们。好，张老师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
我想去看看韵韵。行，那我带你去吧，他应该在基地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交换价值的基础，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，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，而是价值。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，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。这是叫什么？吃饭了。想给我面包不能直说。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，交换价值是价值。什么使用价值不同？哎，顺路。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继续交换。要凉的。价值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的比例交换，因为它们有价值。商品价值在规定的质的规定上。选个词吧。是你先砸我的。我一直在复习马原，你总是打断我。我只有中午这么一点时间复习了，整个学期我都在忙基地的事情，马原课我都没有好好听，我再不复习来不及了。你总得讲讲道理吧，大哥。你看什么？我脸上有脏东西啊？让我临时过来开个会，我中午没什么事儿，就说来看看你。你妈好不容易过来看你一趟，别忙活了，赶紧陪你妈吃饭吧。妈，你咱们走吧。你东西不拿了？哦。爸爸妈，一会儿食堂饭没了。韵韵，嗯，你们这个食堂挺不错的。我看了看哈，这些蔬菜用的都是有机的，价格还便宜。以后你就少去门口那些小饭馆吃了。知道，平常我课多也没有时间，不怎么出去吃的。嗯，你们上大一虽然课多，但其实呢是最轻松的时期。一旦到了大二大三，就要考虑毕业的事情了。所以妈妈建议你，大一的时候多参加学校的活动。增加一些实践经验。是是是，嗯，刚才那就是你们的基地啊？对啊，
我们经理可厉害了，我们才大一就能在外面接项目赚钱。哎，才上大一，那么着急赚钱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和外面公司一样的水平了。嗯。刚才那个男同学，他叫李寻，是专业第一，基地就是他和学校申请的。你们俩关系好吗？还可以啊。我们刚刚就闹着玩。嗯。不过这个李寻啊，你可能不太了解他。啊。我曾经处分过一个学生，印象很深。你还记得你十七岁生日的那天吗？您是刘主任吗？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联阳八中的，我叫李寻。我知道你。会考改成绩的事是我做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你要开除就开除我吧。会考作弊，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，你们两个都跑不掉。这事儿没什么可商量的，你也赶紧回去吧。李寻，你是要把我赶走吗？我说不需要你，听不懂吗？对不起。同学，咱们还是加个微信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是梦的直觉冲破边界，初遇的一夜蔓延，后来为我赢了时间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不会分别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支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在你身边的是我，长时光陪你度过。 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，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， 那颗真